哎，五个球，差几个做几个俯卧撑？真的吗？那我就很厉害。 也可以啊，停，加难度，哎，站这里，哇，哎，站这里，又换玩具了，又。 空心，再来一个，给哎，你们作品怎么样？就还好。什么风格吗？强 hip hop， 不是，就是 locking 啊什么的 ，locking， 然后还有讲故事的。。 Hello Hello， 悠悠，那怎么了？哦，我饿死了。 哦，抱歉，哎，好了，听哥调的还是醋的料呢，嗯，还是醋，那一满全是醋，对，好，就加了点蚝油，哎，我选你，我学庚哥的，啊，这样不会胖，最近在减肥吗？嗯，是感觉最近。 吃太多了，是不是要进剧组了？啊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进？马上了，就这个月吧。哇，那要现在已经好了，但是角色好像得还瘦，再瘦一点。对，辛苦。那我要跟着你，我也要瘦。酷，应该还要再多一点，粗一点。醋啊，醋，对。 我也去放点醋，你们是麻油，然后放醋吗？不是，啊，就只放醋，其他然后放调料，就只放醋啊？对。那还有加什么吗？葱，这个蒜加不加？蒜加，然后葱、辣椒、香菜，其他的都不加。哎，一步你怎么开始这么爱用醋的调料？是跟哥学的吗？对，这个不胖，不胖。你蘸醋不是会更开胃才对吗？吃更多啊？你只要。 吃肉就好了嘛。